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这三个字要怎么读啊？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坐公务舱啊？你坐公务舱吗，师傅？对不起大家，我第一次坐啊，你们忍忍吧。对不起。赶紧上来洗浴中心。吃的呢？怎么是冰露啊？不值钱的小零食，闭餐了，好家伙！行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跟我的时间完美蹉跎。操，真的给我气的，我直接怒喝他一整壶水。我要早知道是这个结果，我就不掉价了，便宜没占到，早饭没吃，现在饿得要死。要么说都花了钱呢，一上来就是有这个欢迎小毛巾儿啊，刚擦完手啊，这个小橙汁也给你上上来了啊，服务非常好。这个拖鞋真的巨软，这个脚也真的巨香。Who the fuck ass？ 大胖小馋了，不好意思，一上飞机就想吃。这个餐食怎么说呢？就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味道恶毒。这个糖醋里脊我真的懒得骂你，不然你赔我点钱呢。支撑了，反正真的很爽了，感谢魏总道歉，是你啊。嗨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他妈吓我一跳，看一下我的皮夹，给你们带的，谁我的脏衣服，滚吧，帮我洗一下，滚吧。哎，你怎么当然就到了 ？Hello， 你可以，哎呦，很吵，你很吵。看一下我的美甲，很聒噪。看一下我的美甲，很恶心。恐同了，恐同了，太母了，姐。至少这样子的，这个我穿不了，我必须得穿前面没有头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姐一定要这样吗？喜欢彭于晏。喜欢妈妈的高跟鞋踩你吗？这个美甲278，值吗？有170精神损失费吗？给人家。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内场看演唱会，好愚蠢，记错时间了。还有几分钟开始吧，我还在路上。快跑，跑！还好，女明星也很爱迟到。我们是这个 A3 区，很近，超级近。这个演唱会是 ASMR 第56场，亲爱的。别看了，去参加歌手吧，快。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别再呼吸，越靠越近。闺蜜的，请好好的抱着她一下。抱一下吧，抱一下，抱一下啊！我的姐妹，我的妹妹。我觉得她哭了。被你举起，失恋敏感心，梦就是有一结束缘的歌。你生你没拆穿我，写信告诉我今天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
外的我是否